对，陈如这位女士啊，我在节目里面很少，可以说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两个字来形容一个人，那就是伟大。你刚刚用了这里"伟大"这样子，我觉得陈如是的确确确，对作为一个人类来讲，她对《人类》这本书所做出的贡献，为人类的正义发声，我觉得她这个人以及她做的这个事是伟大。